下跟一直想念你，感受下这一段最怕的心，不论你唱的我的感情，用心把来听和你，只求他的龙家台湾语。2006年度全国执行机关资源回收责任单位颁奖典礼，由台南市中西区仁东里的李明穿着宣传布条制成的衫裤上台表演，展现社区营造低碳生活的活力。环保署长李应元赞扬台南市连续第八年得奖的杰出表现，是全国资源回收的典范。咱大家已经拢做到上好诶，所以牧师对牧师，咱就免阁讲伤济，重要是拜托大家。推广到全国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里，而且回收接管会特别，每一个村里，村里长你还可以做回收工作。现在还是20万的补助开办费，那村里里面的老人家从事这个回收的这类工作的，一个月可以再拨走到3000多块，3000多块，老人已经一开始买3000多块了，所以我相信这都很有意义，回收又协助了落实，好不好？我们一起。自己为自己鼓掌一下，替台湾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谢谢大家。首先呢，我们要有请台南市李孟彦李市长上前一步来代表领奖，恭喜您。台南市资源回收深入学校甲社区宣传，辅导基层单位落实执行，并且以优先精准的原则辅导回收业者。李市长感谢环保署对台南市多年来落实资源回收的肯定，期勉环保同仁甲全体市民再接再厉，屡创佳绩。那我想，台南市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受到环保署的协助，署的协助可以说是。海陆空，水质的改善，那么这个垃圾资源回收的一个协助，那么空气污染的防治，我想各方面的这个部分都得到署里面非常多的支持，包括经费的补助，技术的资源，还有各项业务的协助。那在资源回收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在署里面的协助之下，从合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垃圾回收率大概是50.8%，那这段时间已经成长到垃圾的这个回收率已经到63%，那么在全国各县市也是算是这个优等生了啊，前段班。那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哈。拢来做环保，身体健康真正好，要听我的报，互恁知。绿色消费最给力，节能减碳我最行，绿色商店正流行，买菜自备购物袋，吃饭餐具随身带。2006年度资源回收责任单位颁奖典礼，由环保署长李应元颁发奖座甲奖金，和责任执行机关李署长赞扬地方政府甲清洁队推动资源回收工作的努力，总共有13个县市甲22个乡镇公所得奖。